大家好，我是心念。我最近又开始追求时尚了，主要是我最近看中了一个包，还是一个国风的包，而且这个包呢，它就在我旁边的200多公里以外的范围里面。于是你猜我怎么着？出发了，出发了。据说我这个梦中草包就在浙江的小县城里面，刚好我可以从繁忙的红男绿女的大城市去到一个安静的小地方。这是小县城，我承认这确实与我过往对小县城的印象不是特别符合，可能是我狭隘了。当我打听我的梦中草包在哪里找，一位热情路人和我说，马吉林是火。马师傅虽然名吉林，但他生活在新市古镇。马师傅，对，要不我带你走。这不巧了吗？好，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吃的，叫做梅花糕。这是一份啊。那这个有12个，感觉挺好吃的。哎，您知道马师傅在哪儿吗？啊，马师傅，马师傅，你是臭豆腐来的、哦？马师傅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啊、哦，这么多马师傅。哎，你要看你做哪个行业的马师傅。没事，先吃一口，很香，有点甜甜的。还挺好吃的，嗯，外面还挺酥的，然后里面有点豆沙的甜味儿，嗯，外面有点刚刚脆呢。你是第一次来吗？我是一个记者，哦，然后我有的时候会来这边做一些报道。那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小报道吧，报道一下马师傅。对，你好，知道马师傅在哪儿吗？什么？马豆什么？马师傅？什么豆名啊？都不知道。没事，这边也有咖啡店。哦，不知道店主姓不姓马？原来所有人都姓马。里面花都开了，是樱花吗？我猜是桃花，桃花运。看它长得像马师傅不？哎，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包呀？我就觉得它特别的好看，然后有点新中式的感觉。哦，就奔着一个时尚来，想要一个新的时尚单品。哎，这不就是马师傅？您是马师傅吗？是呀。我可以跟您拍视频吗？嗯，可以。做一个东西，我做你看，做下来。哦，好，谢谢谢谢。我看您做的那些所有的工艺品啊、包包啊、灯灯啊，都很好看。对呀，那这个时候这样，挑起两个，掰着两根，那么这样子，这样子搞一下。是很认真的教学，没错。但我还没上手过。好，等到你。哦 ，OK。这个放下。啊，这样啊，那么这根，再挑起这根，这样，啊，把它压一下，胆子大一点好了。哎，对了，就是这么搞，好嘞。我是不是很有天赋？有，不错。我在等你这句话。对，很棒，就是这个样。哎，对了，哎呦，很棒，哎呦，徒弟出色了，我也徒弟出色的，有天赋。挺好的，出色。脸都不要了。好，那么这样子剪掉。好，我要把它这样子搞过去。天哪，好了，马老师还有魔术。对对，还有一个小包，他出差了啊。好嘞，好嘞，这个怪你了，你做出来就是怪你了。好的，这个越学越开心。是吗？对，哎，会做的东西越来越多，心情非常好。主编是中国的非遗工艺，效果真的很漂亮，但是需要下很多功夫才能做出这么细腻的作品。马师傅传承给自己的女儿，她也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为了这个艺术保留在世界上。我们这些都是细活。今天本来以为要做一个这个，就先做一个这个，也很好，自己做的，是不是跟我的衣服还挺搭？很搭，对，很搭。好看，我这个就有点贵哦。哇、哦，真的很精致。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啊，对。然后它的包边，它的工艺也不一样，都是手工。对，都是手工。天天，你捏一下，挺好看的。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你们了，非常感谢你们。好，出现了，出现了，拜拜，拜拜。Give me that.不敢看呢，不敢看呢。来都来了，看看能不能就近散散步，享受当地的风景。于是我又问了问路人，这位热情路人推荐了一个地方，说那小地方的风景线可美了，就是有点远。原来他们说的远是离地上远。怎么样呢？我又跳出来了，我又站回去了。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啊！好好玩，好喜欢。
走吧，大家一起，没有一起的吗？习惯了，好像也没这么恐怖。有没有一种大自然勇敢女人的感觉？上课了，我操！耶！把脚直伸出来会更好一些，脚直像我一样。我操！真累。不敢把手伸起来啊！手伸起来飞一飞。OK。你还会倒立一下子？哪有这样的？不是说有人陪吗？对。我们说陪一个，你们陪我吗？我陪你打在公屏上，谢谢。那我想飞的青天高白云飘，还行，可以可以可以，就第一下有点吓人。挺好的，挺刺激的，我很喜欢。不过我们换一个 PC 点的项目吧。于是我又问了问热情的路人，他指了指旁边。Now if you know what you're worth, then go out and get what you're worth. But you gotta be willing to take the hits and not pointing fingers, saying you ain't where you wanna be because of him or her or anybody. Cowards do that, and that ain't you. You're better than that. 还真没见过机器的，没有爬过室内的吗？爬过室内的，但是你有个女孩在下面等着我，就会扯着我，可好玩了。你上去，然后你再往后一看，往下一看，那我就晕了。于是我又看到路人，跟他微了微笑。不过这次我不需要人指路，不去，真的不去。哎呀，走了，真的不用了，放过我吧，放过我吧，让我去找我的 peace。阿姨平时都这样划船吗？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四年了。但你的力气也挺大的。力气挺大。对啊，这样摇挺难的吧？啊，要一定难度的。我能摇一个吗？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你已偏航。但感觉有帮忙帮到忙了，他咋就不走了呢？本来走好好的。我这一没有力气起不来了。没说我没有力气，也大一点 ，OK， 大一点，哦 ，OK， 大一点，要不你来，我这，哦，下次肯定不行的啊，好像是，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是吗？休息好了就可以录视频的结尾了。这个包可算让我给找到了，这个技术也可算让我给尝试到了，德清这个县城也算让我给见识到了。反正我现在也搬到上海了，所以如果我以后也想来德清踏踏青啊，放放松啊，也可以随时过来。如果你们看着觉得好玩的话，也可以随时过来。反正德清的春夏都挺好看的，不管是五月份啊、六月份啊、三月份啊，哎，还有什么东西是三来着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哦，是你们的一键三连，拜拜，爱你们。